可爱的动物模型出现在吉隆坡静思堂，这里是抒情展现场。动物和人类，我们都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，然后大家也是可以很开心，所以我们就要带出开心和温馨，然后最重要是要尊重生命，提倡尊重生命，鼓励民众素食。抒情展想要传达的还包括环保概念，现场道具都是利用回收物制成，而背后的推手是一群志工。新制作，希望可爱的动物模型能够唤起民众爱心，同时展览也将结合现代科技宣导茹素的迫切性。这个科技就是能够给我们看到、感受到还有听到，所以这样子呈现，我们相信能够给会众更深入的，或者有更深刻的印象。抒情展除了有生动的环境馆，还设有健康馆，为民众解答素食疑问，鼓励民众加入茹素行列。台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